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现在是早上8点钟。昨天有点累，今天起得有点晚了。今天的工作是把后面这种铝合金窗把它拼装好，现在开工。这个做铝合金窗最重要的是，首先要学会看单先。现在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毛穿好。这铝合金窗呢，要一个一个的分好，照着电脑单做。的工程时长太久了，要先把这个铝合金窗这个窗框装好，然后又等人家批灰啊、贴瓷砖啊，全部都搞好了，然后才可以放这个窗扇上去。这样少的话几个月，久的话一两年都有的。你不搞通的话，人家也不好意思接通账给你啊。一般做的话就是先随便收点定金而已，有的啊，连这个材料钱都不够，自己还要拿本钱去做的。最烦的就是那种拖一两年的。现在把这个铝合金窗给它全部打包装，全部封起来，不封的话那个皮灰啊是非常脏的。搞好了装车把它拉过去，提前装好车拉过去，趁今天不下雨，不然要是明天早上起来的话，要装车要收工具，很费时间。要是又赶上下雨的话，那就惨了，做不了什么工的。所以一般我都是能提前我就提前的。已经装好车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哦，超高。超长，开到市里面就问你怕不怕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已经把这个窗全部都搬上来了。看看这工地啊，到处都是沙水泥。今天不做了，明天来早一点开工吧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